嘿。乡亲啊，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妙宏曾教授哈，台湾独立党的主席，电机博士。来，今仔来讲吼，和咱开讲一条呢，论马格利斯基法案。马格利斯基法案啊，什么叫做马格利斯基？哎，马格利斯基吼是苏联一个记者。啊，这条马格利斯基法案是安那呢？是因为吼。五月十二，五月十九，吼、哦，哦，香港发生了大爆、大城抗啊，吼、哦，人民的抗议啊，抗议吼、哦，反送中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这个逃犯条例反送中啦、啊，哎、欸，所有吼、哦、有犯罪嫌疑的，吼、哦，经过特首同意呢，一概吼、哦、不管怎么样，嫌疑犯就直接抓到中国去审判了，啊，抓到中国不晓得怎么样。啊！你反正哦，他说哎、欸，还要经过特首同意，特首同意，特首是领导的代志啊。特首哎，伊那啥，伊那坑底下，你现在你砍嘛？哦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所以讲，你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这个大型城抗，已经第一次五月十二号高达一百多万人，第二次五月十九号高达哈两百多万人啊，里面哈、哦、中国哎、欸，美国政府哦。马上哦，因为哈、哦、香港的警察拿出哈、哦、布袋弹、哈、哦、橡胶子弹对人民射击，而且哈、哦、群所有的警察围殴所有无辜的路人哈、哦，甚至陈抗的路人，哎、欸，准备哈、哦，而且哈、哦，美国也从 C4ISR 系统里面哈、哦，这个卫星里面都已经看到了，装甲车已经集结在。这个港珠澳大桥的出口处、入口处，准备杀进香港。所以说、哦、美国赶快发布、哦、你们敢武力镇压的话、哦、我跟你讲啊，马格利斯基法案就马上就下去了，因为这个苏联的计价，惨遭苏联的 KG， 苏联的那个特务、哦、国安啊特务哦，凌虐而死在监狱里面。所以说哦，这些凌虐所有牵涉本案的所有的苏联的官员哦，只要哦一离开苏联，马上要接受马格利斯基法案，你可别搞你啊了，哦啊！现在美国哦，就赶快警告香港，你们如果哦敢武力镇压的话，我马上动用马格利斯基法案，来，华龙功的，来，所有哦发生了不明烟区的西藏的。所有的藏人、哦、你们赶快来检讨，这边有一个信箱，请你们拖进来，来、哦、来跟我讲哪些人哦，凌虐，应用共产暴政凌虐你们，我们应用马克利斯基法案呢，让马上呢，马上哈、哦，哎，马上禁止这个人入境我美国。第二，把他在美国所有的家人亲属的财产全部冻结，这个是马克利斯基法案。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哎，因为这个陈抗，就像川普总统讲的，香港这件反送中的陈抗哈、哦，哎，他是他所见过有生以来所见过宇宙最大的陈抗事件呐、啊，人民哈、哦、反抗暴政的一条一个弄啊，啊，所以说弄的哈、哦，哎，马格利斯基法案谁敢画了呢？马格利斯基法案哦，我跟你讲，哪一个人敢哦武力镇压的话哈、哦，哎，没代志呢。如果没有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去，哈，哇，你讲中国共产党啊，没有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做不到的。安讲我的意思不？啊，所以讲我的意思哈，马格利斯基法案，中国共产党，你如果对你境内的人，哈，这个导致哦冤屈啦，什么东西有压迫，什么东西导致哈人民哦。生命财产上的损失，就像、哦、新疆的陈全国、哦哦、新疆的再教育集中营，现在的主持人陈全国、哦欸、我跟你讲，都是马格利斯法案准备修理的对象哦。啊，甚至啊，中华民国、哦、中华民国哦，是蒋介石扛着
中国的旗帜来台湾，遂行军事占领，那是军事占领呢。咱台湾是服中华民国军事占领呢。咱只原则上吼，咱台湾人本地是要捧民进党起来吼，替咱台湾人发声，甚至后摆会当独立建国的。即摆民进党因只吼，刷怎对，看着好康的来啊，哇，既得利益，哇，刷怎吼，民进党目前的这些人呢，就是沉寂了。蒋介石、中华民国他们国民党的这些既得利益继续啃下去呢，这是在背叛咱台湾人呢。所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所有的统治，第一呢，它是军事占领呢，它不可以要求人民哦纳税服兵役呢。这东西，较早我国考课本哦，就写了讲哦，纳税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天职，要求啊。中华民国是一个政府，是一个，它不是一个政府，它只是一个军事占领呢。我跟你讲，所以讲中华民国这政府，你要较注意。马格尼斯基法案哦，当初美丽岛事件的时候呢，马格尼斯基法案呢可能还没有生出来，现在马格尼斯基法案生出来了，你在这一块你不应该享有利益的这块土地上。你遂行你的中华民国的军事占领的统治的既得利益，我跟你讲，马格尼斯基法案不只对中国共产党，而且还对中国的第二个流亡政府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，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讲吼，什么叫马格尼斯基法案？就是吼，人家做官的吼，中国共产党，你敢给武力镇压香港？中华民国的台湾？你那底下的欧北兵、欧北侨，我跟你讲，全部都是马格尼斯基法案，哈、事后的对象。以上，你是我哈、曾淼红曾教授，台湾独立党的主席，电机博士，谈者哈，谈咱乡亲知识小教啊，何谓马格尼斯基法案 ？OK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好，谢谢。